法师归结答案陀佛。我们这堂课是三皈依八关斋戒，这是一个无论早学或新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基础、很重要的一门课程。然后这门课程是由慧严法师为我们主讲。其实墨学也没有听过慧严法师的课，但是墨学有看过慧严法师为学长写如何就是准备佛纲要什么样的心态。我想这边有修过佛纲的学长一定有看过这篇文章。那墨学在里面得到的感受就是，法师真的是一个非常精进用功，而且施比圆融。他是用很慎重的心去准备每一门的课程。因为他觉得就是准备课程的话是中间是自立，而当初把这个佛法说给大家听是利他的过程。所以同样我们也是一样，你在这个样的时光有这个机会来充电听法师说法，那这也是我们的自立过程。所以希望我们等一下也是想说珍惜这个好时光，然后若有机会也可以有把这个佛法分享给大家这种利他的精神。阿弥陀佛。当时候呢，我想
可以做得到。其实这不只是一个笑话，目前在世间很多人他的想法其实都还停留在这里，停留在生活。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了很多很多钱，就真的想要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吗？我们就真的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什么吗？我们仔细想一想哦，钱我们可以买到土地，买到房子，你买得到家人吗？你买得到家庭吗？你买得到亲情吗？买不到。我们钱可以买得到营养食品啊，可以买到很多药品，可是你买得到健康吗？也买不到。纵然我们的钱可以买到全世界，可是我们买得到时间吗？买不到啊。好，我们钱纵然可以买到呢全球的通关证啊，让你呢到哪里我去都通关无阻啊，请问你买得通也罗网的生死关吗？买不通吗？所以在世人的眼里，钱并没有真的那么好用。那假如把自己啊一生的生命就投入在啊赚钱跟生活里面，那这一生的方向呢啊可能就稍微狭小了一些。那有的人呢，他或许会说，最起码啊，赚了钱以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呢，啊，赚了钱以后呢，我可以有好好的生活，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可是大家知道，世界上有钱的人，生活不一定过得很如意，生活不一定过得很稳定。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到底我们应该把这一生的方向放在哪里？请问各位，我们这一生的方向我们要放在哪里？我们现在的特勤学长是哪一位？哦，好，请问你，我们这一生的方向要放在哪里？没有很难哦。就你想什么就可以讲出来就好了，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想看球是希望结合世界。好，我们打算讲东西方结合世界，这个都是学我以后的方向哦。大家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所有身口意的一切行为啊，它会有一股呢力量，这一股力量会驱使我们走向未来的路，我们呢就把它叫做业力。业力它就好比是一支箭一样，那愿力呢？愿力是好比一箭，那我们的愿力呢？就好比呢一个靶地，这个愿力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行为就会往那里射了。
管我们的法力，我们整个人生的法力摆到哪里去，当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呢，常常往那儿射，射久了以后呢，就会起色和灵地。
因此佛啊，佛这个抉择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止，可以作为我们的依靠，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倘若我们把佛只是当作高高在上、不可亵渎的对象啊，把它当作高高在上、不可亵渎的神明般的把它供奉在佛桌上啊，当你有求于佛的时候，上三炷香。那么我们人生的法力不是在佛，是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有的身口意业，我们所有的身口意业想到的是谁？是只有自己，所有的求都是为自己。纵然偶尔我们也有利益别人，但是呢，我们那时候的利益别人还是为了圆满自己，还是为了成全自己，成全自己的某一些想法。这样即使我们已经曾经做了皈依三宝的仪式，但是事实上我们离佛呢是遥不可及的，法力不在佛，我们人生的法力没有放在佛上，很自然的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也摄不到佛边去。那再看法，法是佛所说的正道、正修行路，它可以提升我们整个生命的品质，可以提升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像一个甘露一样。那对我们来说呢，就好比这个法对我们来说呢，就好比空气对我们一样，那样的自然。我们想一想，我们跟空气有多么自然，我们跟空气有多么自然，是自然到我们把空气吸进去了，我们没有感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而且我们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很自然的呼吸的空气。事实上，法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样的自然。所以，我们对于佛法法的学习呢，就要像我们跟空气一样那样的自然，把它吸收了，跟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体的，是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全部。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假如把佛法只当作呢啊，觉得佛法一门甚深的学问。假如是这样的话，纵然我投注了一生来探究，那我们人生的法力依然不在法宝上，我们人生的法力还是只在哪里？有人讲啊，还是只在自己。因为我们人的身口意业的行为呢，全然都是只在于呢自己研究深入的成就。即使说我们也有发表了，那我们也有广为弘扬的，但是呢，那些没有跟自己呢的生命结成一体的法，全部都只是入耳出口而已。这些只是会变成了入耳出口的学识才华，并没有活出佛法的滋味跟价值。同样的，即使我们曾经已经做了皈依三宝的仪式，但是事实上法离我们还是一样非常的遥远，因为我们整个的法力是在自己，不在法上。当然我们整个身口意业的行为还是一样摄不到法边去，没有办法呢活出佛法的滋味来。
佛灭度后，身法来续轮回，代替佛陀呢来学两份法的，并且呢，它是实践正法的一个榜样。不管从贤圣生，乃至下至呢凡夫生，只要呢他具备了身仪跟戒法，只要他具备身仪跟戒法，这样的话呢，他都是可以传递佛陀教法的，都是可以指引了我们一条正修行路。那同样的，倘若呢，我们把出家法师当作是呢物庙的后流也好，因为寺院需要有人管理，他们需要住在这里，或者呢，当作是呢超见王者的。有人死亡了之后呢，他赶快找出家师父，还是呢，只是把它当作呢啊，我们整个倾诉心声或者心理咨商的一个对象。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同样的，我们的法力还是没有在身宝上面，我们的法力还是在自己。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自己心灵的需求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乃至为了自己的家属眷属的死亡需要的善后，因为我们的法力呢是在自己，不在身法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身法那边呢学到真正的佛法。所以我们这一生的方向，我们把自己要怎么样子来建立，怎么样是错误的，怎么样是正确的，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省思的。所以第二项呢，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生命的导航。我们人生的法力要怎么摆，才能够真正的把它摆到呢佛法跟正法宝上？假如我们摆得上去，佛法它就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导航，能够引导我们的身口意业，引导我们身口意业的步履，可以迈向三宝的解脱境地。那要摆得上去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先透过有相的三规仪式。来带动起我们内心的行为，能够导向对三宝的学习。仪式不是不重要，大家要知道，仪式三规需要的仪式，正是为了我们凡夫而设的。原因在哪里？假
假如你不是凡夫，可以不要设这些仪式，因为凡夫才需要设这样的仪式，原因是在于凡夫的心的着相，凡夫心着相，所以佛呢就借有相来度。因为我们的心是会被我们的身口意业的行为所牵动的，而且我们身口意业行为的牵动呢，对我们的内心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佛就是以这个方便善巧呢来度化我们的。在中国古代呢，是以礼乐来治国。礼乐治国，它可以让人民呢具备道德，让国家富庶安乐。其实它的道理也是在这里。我们外在的礼乐制度，它可以规范带动起人心的道德涵养。同样的，借由外在呢有相的三规仪式，我们身口的行为就能够激发带动起我们内心对三宝的归头依靠，然后让我们能够依之而修行的决心，这个决心就可以发得出来了。所以大家要非常珍惜这个三规仪式，还没皈依的赶快拿去啊皈依，已经皈依的，哎，你不妨呢，你随喜皈依。假如当时你是懵懵懂懂的阳春被摆这样皈依的话，哎，你去体验一下，借由这种有相的仪式来带动起我们整个身口意念的行为，那在修行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啊修行的动作。我们这个初步的皈依，它是代表着我们愿意踏进佛门的决心。虽然它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仪式，但是它将对我们这一生的学佛的展望影响呢，却非常的深远，非常的大。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从愿意踏进去才开始有眉目的，愿意踏进佛门学习的决心，这种决心越强越坚定，那我们所发展出来的修行路呢，也就会越长远，而且呢越是开阔。这个呢，这种决心呢，其实啊，在狱里面的法中可以中心，一中心我们用很白话的来讲，就是很当一回事。假设今天是你的父母亲的八十大寿，你一定是非常一重心，很当一回事的来庆祝他。同样的，今天是你佛法新生命的开始，所以你要很当一回事的来完成它。所以我们发心皈依，跪在佛前，在三宝面前，誓愿要依佛为师，要听法为要，要依僧为友，这样来学习。那我们誓愿呢，要断烦恼，誓愿要学佛法，誓愿要成佛道。这个决心一发，心一动的缘故，所以在我们整个八字田里呢，它会凝成一股呢可以任运的力量。任运就是说，我不需要用力，不需要特别太用心，它就可以诞生起的。这一股力量呢，啊，我们呢把它叫做皈依体。
归于，他会在我们将后遇到缘，道心薄弱，然后精进力退缩的时候呢，他会任运推动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呢，当时决心踏入佛门的八字种子呢，起见性。当初我们踏进佛门啊，那时候四月啊来学习，那种决心的种子呢，起现行作用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意念起本来的出发心，就可以把道心提起来，我们的精进力呢就可以使得出来。所以，哎呀，皈依以后，大家皈依以后了。啊，已经大部分人都皈依过了。皈依以后，我们就要真正的照着我们的愿心来实践。我们当时的愿心，我们的法力是在谁？在三宝上的。所以，我们把人生的法力放在三，摆在三宝上，那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就会渐渐的导向三宝的表里的，我们仔细反省，皈依以后，大部分的人，人生的法力并不是一直落在三宝上面的，这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随着境缘，然后随时在改变我们法力的位置。随着我们的贪嗔心、贪嗔痴心，随着我们的烦恼心，随时一直在改变我们法力的位置，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心归命在三宝。因此，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纯净的念佛；当我们念法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呢很勇猛的来学法。所以念佛念不出佛的滋味，那修法呢也修不出佛法的奥妙幽微。那我们念身的时候又没办法呢很虔诚恭敬，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请到真正的法义。我们倒是呢非常一心归命我们的课业，为考试为了报告你可以闻高气鬼。请问你们有为念佛闻高气鬼吗？晚上不睡觉，你们报告可以熬夜熬到不知道几点啊。可是念佛可以这样吗？或者你们看经法可以这样吗？所以当我们整个人生的法力不明确的时候，那么请问大家，当我们尽此一生的时候，我们将要往何处去？所以在此提醒大家，皈依以后，我们要常常呢要去意念我们的皈依。刚刚说的情色才能够灵地，不是我们皈依的仪式一结束了以后就结束了，而是我们要常常意念皈依。在《深护经》里面呢有讲到，皈依佛者，皈依佛的话呢可以得大吉利，昼夜心中不离念佛。皈依法者得大吉利，昼夜心中呢不离念法。皈依僧呢得大吉利，昼夜心中不离念僧。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皈依以后，皈依以后呢，我们整个心里要常常呢都有佛法僧，我们的身体意念呢就很自然的就不敢贪嗔痴。我们三业的净化，我们生活的品质就能够提升，那我们生命的步履就能够稳健而且呢踏实。
生命的不履文件踏实，才谈得上怎么样能够拔稳舵把，能够乘风破浪。所以第三个呢，谈到拔稳舵把。弥勒菩萨向弥勒菩萨请法，
他为了要见弥勒菩萨呢，他很努力的啊修行自己的慈悲心，当养自己的菩提心。他当时呢在基督山，他闭关了六年，非常在洞窟里面呢很静静的在修行。那这六年里面呢，啊，他怎么休息呢？都没有看到什么影子，啊，所以这六年了以后呢，他非常的失望，啊，他就觉得啊都没有影子，那我出去啊出去看看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吧，哎，所以他就放弃了在洞窟里头呢的这种修行，啊，他就走出洞窟。那他刚走出洞窟外的时候呢？啊，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这老婆婆她正拿着一只很大的铁锄，在磨刀石上磨。哎，这是我们都很耳熟能详的，她的铁锄要磨成什么？绣花的。啊，那这个无头菩萨看了以后呢，听了以后，他非常的惭愧，他觉得世间人很愚痴，这样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可以那么有信心啊，那么有毅力的想要去完成它。虽然我修行了六年还看不到眉目，为什么我没有那种毅力去突破呢？所以他又回到他的洞窟里头呢，还继续静静的修行。那又过了三年，这样几年了，九年了，哎，又过了三年，啊，还是没有影子，哎，所以呢，啊，他又走出窟外。啊，继续想说啊，那我再走出去看看会不会再碰到什么姻缘吧。那走出去呢，走了一段路，就看到呢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羽毛，啊，在水里面呢沾一沾，再跑到另外一边的大石头上呢擦一擦，再跑回来沾一沾，再跑过去再擦一擦，就这样跑来跑去，他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知道这你在做什么啊？”哎，那个人回答他说：“这个大石头挡在我家的窗口，所以每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都没有办法射进我的屋里，所以我想用这个羽毛把这块石头擦掉。”这个无头菩萨呢，更是惊讶了，啊，世间人怎么有这么大的毅力啊，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可是我是一个修行人，为什么我才这么样子的一点啊磨练呢，我是走不过去呢？所以呢，他就死心塌地的又回他的洞窟里头去修行。然后又过了三年，这样几年了，12年了、哦，又过了三年呢，还是都没有影子啊。这时候呢，他实在是绝望到底了。我们人生有几个12年啊？他绝望到底了，他这次走出洞窟，他决心不管哦，我再碰到什么姻缘，我绝对不要再走回来。啊，这时候呢，啊，他就走到了已经下到半山腰了。那他来到这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呢，从草丛里冲出一条狗，这条狗非常凶，很饥饿的一直吠他。而且呢，要咬它，想吃它。可是他仔细一看，这只狗，它的后面两条腿呢，已经都跛了，而且下半身都烂了，而且烂到呢，正长虫。他心里呢，突然对这只狗呢，起了很大的怜悯心。他想，哎呀，这只狗怎么这么可怜？已经残废到这样，都烂到这样了，他的嗔心还这么强，哎，看到你就这么凶的吠，啊，那么贪婪，啊，他觉得他应该非常可怜你啊。那正因为他这12年的历练呢，他的很多不耐烦、种种的习性都已经都磨消下来了，所以当下他对这条狗呢起了很大的悲悯心。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了一块肉，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布施给这条狗，让这条狗吃。而且呢，他这条狗，他的身上呢，虫在咬他，他就呢想办法要把那个狗身上的虫呢，把它啊抓掉。
可是因为他常年都在山上修行啊，所以你们大概也知道，常年都在山上那样子的风霜，哎，所以他的手一定非常的粗糙。所以当他想到他要用这么粗糙的手去抓那么细的幼虫，一定会把它捏死啊。所以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整个身体里面最柔软的就是他的舌头。哎，所以呢，他现在准备用他的舌头帮他把这些虫呢，把它舔掉、舔开来。啊，所以当他弯下身来了，准备呢，用他的舌头要去把这只狗身上的虫舔走的时候，这只狗因为这个下半身都烂掉了，所以非常的臭。哎，他这时候突然感觉啊，怎么这么臭？哎，所以他就不敢看，就闭着眼睛啊，要下去舔。结果闭着眼睛伸出舌头要舔的时候呢，一舔，舔到地板，狗不见了。他抬头一看，弥勒菩萨出现在眼前。啊，这时候呢，他就对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你的慈悲心未免太小了吧？我修了你修了12年，到现在才出现。”啊，弥勒菩萨呢就跟他说：“不是我慈悲心太小啊，是你啊，经过了这12年的磨练，把你的业障习气磨消了，把你的心磨平了一些，慈悲心升起了，你今天才看得到我。其实先前你看到的那个老太太、老婆婆，你看到的那个擦石头的那个人，都是弥勒菩萨的化现。要不是因为呢，你在这几年里头呢，你的修行有了一些功夫，你的业障习气有磨消了一些呢，哎，你现在呢还看得到我。所以不是我的慈悲心小，而是呢你的业障业习太重了。假如你不相信的话呢，哎，你现在背着我到城市里面呢去走一圈，看看呢有几个人看得到我。啊，于是这五种菩萨呢就把弥勒菩萨呢把他扛在肩上，然后就到市集里头了。啊，碰到人就问他说：“哎，请问你们看看我肩膀上有什么东西？”那每个人都觉得他是疯子。肩膀上根本没东西，怎么到处一直问人家这个问题？那一直走到城门外呢，啊，遇到一个老婆婆，一个念佛的老婆婆。啊，这个念佛老婆婆呢，她的业障比较轻。哎，她问老婆婆说：“你有没有看到我肩膀上有什么东西？”老婆婆一看呢，她说：“啊，有啊，一只赖皮狗。”所以刚刚说了，不忍众生苦，要从反省自我开始，把自己的业障习气给磨消了，这样我们慈悲心升起，菩提心才能够落实，那我们的做法无间的才可以呢成功破烂。我们看到众生的苦，先反省自己，那业障习气磨消了，我们这种不忍，对众生苦的不忍心呢，真正的升起。不然的话呢，纵然有时候我们对众生会伸出援手，可是呢，我们这时候对众生所伸出的这个援手呢，会像漂亮的玫瑰，还没有解救众生以前呢，就先刺伤了众生。我们对于所见到的现象，我们不可以随着我们的情绪去反应，这样呢来解决问题。否则的话，我们有勇无谋啊！有勇无谋的话，不仅不能够改善现象，只是把自己呢变成现象之一，把别人呢请来请出的烦恼变成自己的烦恼。本来呢，我们是要救众生苦，可是呢，却把自己变成苦众生。因此，我们对于整个现象的反应，我们必须要因应智慧，从反省自己、磨除业习来出发，这样才能做出呢有力的改善之道。
我们要常常把这个法，就是菩提心哦，把这个法呢放到心里面呢去酝酿，随缘随力来磨除业起。那当我们对众生的苦不忍之心升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慈悲心就会很真切的。有这个慈悲心所导引出来的菩提心呢，这股向上求法的心力才会很猛烈，才会呢有力量去迎向逆境，去成愿力佛，去破生死道。最后呢，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就是迈开生命的步伐。是完成以后，不是结束，而是正开始要真正的迈开生命的步履，对自己要走的路很清楚、很肯定，是自己肯学、愿意学，而不是呢别人拉着你走。哎，学长拉着你走去参加修学会。哎，走去皈依，不是这样，是自己很愿意这样子去走的。我们想一想，仔细反省一下，自己目前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自己肯学，不用别人来拉拔的？为何在这件事情上呢？自己可以这样心甘情愿的投入，再想一想，自己目前有什么事情是自己肯学，纵然周遭的人都是反对的，可是自己呢仍然很肯定、很有把握的走去，觉得这样走是正确的、是对的。为何这件事情上呢，自己可以这样心甘情愿的去投入？把这些问题由衷的想清楚。对于皈依的学习，我们步伐才迈得开来，那这生命的步履才会呢走得很精彩，走得很有意义。所以今天在皈依，这个整个生命究竟的皈依，就跟大家呢一起分享到这里。那我们自动休息十分钟。啊，各位学长，还有都归位了没？有没有自动的？还有自动的没？好，没关系，这个会自动的应该都是还老你哦，所以啊，前面稍微没听到的话还没关系，我们先开始哦。好，见到八方斋戒，其实大部分的学长对八方斋戒都还蛮熟悉的，可是对于八方斋戒怎么在我们心地上面？可以非常的稳定坚强，这一点在我们修行上倒是不容易。所以我们介绍八方斋戒呢，一个我们先做一个简介。大家知道说八方斋戒，是以一日，虽然它是可以任意延处的，受戒的期限之间可以任意延处，可是我们是以一日一夜是最妥当的时间。大家知道为什么一日一夜是最妥当吗？因为众生的心力不能集中太久嘛。对，众生心力不能集中太久，所以一日一夜呢，像百里赛跑
抽100公尺可以，啊叫你呢抽3公里，哎，可能会罚站半路站。所以啊，八八三线它一日一夜，它的功能就是在这里，时短功强，时间很短，但是它的功力呢，啊，它的功夫呢是非常的强的。但是假如我每天非常发心，都说八关斋戒好了，当我们每天做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都没有当做第一次那样很客气的一日一夜把它吃好的话，每天做以后，其实自己的心理不是一日一夜，自己的心理呢其实是不是已经是每日每夜。所以虽然你每天每天的做八关斋戒，可是你的功不会很强。所以在做八关斋戒的话，首先我们要对八关斋戒这个一日一夜它的用意要非常的清楚，这样我们来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才能够呢得到佛开立八关斋戒的益处。佛开设八关斋戒是为了让在家做，在家的学佛者呢没有一点出家，让他呢也有一日一夜去体验啊出家修梵行啊修梵行的生活，所以呢开立了八关斋戒。所以八关斋戒呢跟上一戒呢只差一点点而已，只差最后一个不多只增加精品，其他的全部都一样。所以就是八关斋戒呢就是佛开设呢让在家众也有了学习出家生活的体验，那借由这种体验把它带入自己的生活中，这种修行心力的体验带入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呢，随缘就可以到我们生活中呢去应变。虽然我们所遇到的缘是属于在家啊，我们有在家庭有家庭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缘，但是这种心力带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缘是在家，但是呢我们念念都是在修行，念念都是道心。那知道了我这次的八关斋戒的这个用意以后，那我们其次就要来看呢怎么样子来发心。我们受戒的时候是依境来发心，凭空要你发的心，发的受戒的心，什么东西呀？没办法发。所以，我们这种受戒这个心呢，持戒的心要发起呢，是依境来发心的。我们有一个所缘的境，让我们发起呢，对这个我们所立缘的这个境呢，啊，不可以杀生，不偷盗，不淫。这样子的一个心出来，所以我们受戒的时候，这个心呢是依的境而发起的。那受这个戒呢，它依境发起，它的境呢有多广呢？我们看不杀呢，它所缘念的，它的生命包含的范围有多大？六法界。啊，不止六法界，是十法界的众生。一切的友情，一切的友情，对，我们沿着一切的友情，来发起呢，我们不杀戒。那不偷盗呢？偷盗的对象包括友情，也包括无情。不要有偷盗的对象只有无情而已，有没有人绑架儿童？有，这就是偷友情哦。有没有人偷羊？
或者是偷鸡摸狗，哎，这个就是偷友情哈。所以偷到所缘的根茎呢，它就包括友情跟无情。那不淫，淫的范围呢，就是限于友情。所以等等，其实在这个界里头呢，就是依着境来发起呢，啊，我们所该有的行为的一种心境。那这个境呢，它所包含的非常的广。刚才我随便举了一些例子，包括友情，还有无情。它事实上，友情、无情就等于是什么？所有一切的境界。因为说人性的境界呢，就包括友情和无情。这是我们诵经的时候，我们心是怎么发起的？就是依境来发起。这一点的了解非常重要。假如这一点的了解啊、没有清楚的话呢，就会造成呢，我们受的戒，我们对不杀生的认识，会觉得呢，不杀人就好了。所以就会有人讲了，我过去杀人放火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受戒？因为他整个杀所缘的境没有广泛辽阔到了、一切的有生命的众生，所以他觉得呢，哎，有些是可以杀，有些是不要杀。哎，不要杀人，他可以同意。不要杀猫，不要杀狗，他也可以同意。他觉得呢，猫狗跟人是很近的。哎，不要杀鸡，他可能会失语的。哎，鸡是他的食物。哎，那不要杀乌龟，他可能不吃乌龟的，哎，所以觉得乌龟很可爱。所以他这时候他的戒所允的境，假如我不了解这个境的话呢，那他这样所产生出来的不杀的那种的心呢，他就会有广狭，他就会有广狭。所以受戒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所因的境来发起心呢，这个要非常的清楚。那当我们有所违反的时候，对于所受戒有所违反的时候，怎么来论呢？是约境来分析。这点假如不清楚的话，有人会说不公平，为什么杀人犯的是上罪，可是杀畜生就犯的是下罪？它不是同样都是生命吗？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哎，那你们说法也不平等啊，人家就会有那种的疑惑了。所以对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原因不是在于我的分别，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因为我们众生对境的时候，我们会有分别心。当我们对于人道的众生跟我们是同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起相当强的杀意，我们才下得了手，对不对？可是对于一只呢很轻微的、很细小的一只小蚊虫，我们不需要起很强的杀心，可能呢一挥就可以把它挥死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起的，纵使有起杀心的话，我们那时候的杀心是比较微弱的。所以其实结罪的轻重，并不是在于这个境的好的优劣。你杀的是人，还是动物，还是畜生，还是蚊虫，不是在境的优劣，而是呢我们心的强弱。可是我们众生对于我们这种心的强弱，我们有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分别？没办法。假如佛陀告诉我们说，你杀心强的时候解得最重，杀心弱的时候解得最轻，那一定我们众生会搞不清楚。我们心要强到多强才叫做强，要弱到多弱才叫做弱，我们就是会在这边呢不知道怎么样的来死守了。所以佛所说的每一个法，一定是随着众生的机缘根性来说的。那我们众生既然我们会被这个境，我们会被这个境
所牵绊，我们会随着这个心，随着这个境呢，而有心的分别。所以，我也就随顺众生对于境的这种分别而起的心呢，啊，来自我们整个戒啊，违犯戒的心跟众。这是第二个呢，其实要了解的啊，发心的部分。我们要发什么样子的心啊，来受持这个戒？那当我们违犯的时候，是以什么样子的心去违犯的？那当然了，以强心去违犯这个戒。我们忏悔的时候，那个心也同样要非常的猛力，才有办法呢把这个罪呢所灭除。那假如是以比较啊微弱的心啊去犯这个戒的话，那我们忏悔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呢发心去把它灭罪。所以这个知道这两个，才知道怎么样子来受，怎么样子来持。所以第二个要知道说明了我们的发心。那第三个呢，就是白明戒限。毕竟，假如大家受了八关斋戒，对于怎么样子开灯持拜，一定要很清楚、很明了，这样在我心里面呢才有底啊，知道吗？啊，怎么样子来做才对？假如我们对于这个戒相不明了，而且呢，我明了的程度没有把它结合到我们整个身心的生活，就像刚才说的，像我们跟空气一样自然的话。这样你的受戒会非常的紧张。今天受了八关斋戒，哇，等一下走下去啊，有人唱歌，你在那里在听，我虽然受了八关斋戒，好了，你越不要听，你听得越清楚。他在那里都笑了，大家还有这种经验，我听我听都听不清楚。这想告诉我们说，让我们知道明戒下，我们才知道呢怎么样子来持守。你不会吃的呢非常的紧张。好，我们先看啊第一个发戒，不发灯。不杀生是对一切的生命都不杀。那要对一切生命都不杀呢，很容易。要先发起呢救护生命的心，假如我没有发起救护生命的心的话，那很容易我们在烦恼的情况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杀了很多的众生。天气很炎热，然后蚊子嗡嗡叫，这边痒那边也痒，晚上要睡觉还要吵你不能睡，你一把火就会火烧功德林，可能一挥手呢，本来是想说把它抓一下而已，可是因为这种救护生命的那种念头，那种护身的念头没有很严重的起的时候呢，我们的动作一定很粗鲁，不会呢处处为众生去着想，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犯了我们的杀。所以要持这个不杀戒很容易的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把救护生命的这种悲悯之心呢能够升起。那我们的不杀戒呢，其实不用跟我们讲很多，你这个不能杀，那个不能杀，然后是众生啊，怎么样子的话，你就犯了上罪、中罪、下罪，你还不用明了到那么细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这个不杀戒跟我们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就像我们跟空气一样，那么自然，我不需要很特别的啊，深呼吸，我才呼得到空气，我才能跟空气呢啊结合成一体，不需要。我们就很自然的，这个不杀戒呢，对我来说是任运而作的，是任运升起的，并没有那么困难。那第二个呢，不偷盗。要守护这个不偷盗，偷盗戒非常的危险。
心就常会看到，哎，在座的有一些人啊，对于这一点比较熟悉的老学长，啊，应该可能就会有这种体会，哎，不小心就看到了，啊，贴着签字邮票，哎，亲属到国家，啊，或者是呢，哎，故意的，哎，故意的闯个红灯，哎，这也是亲属到国家，等等的。啊，或者哎，这个资料真好，哎，这本书很好，好吧 ，copy copy copy， 哎，这个光碟片这个程式很好，好了，拿来 copy 拿来灌的，哎，这个是道士，哎，道士是财产权。好，那要怎么样的心呢？好，在我们还没有对现象都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执着的很好呢？其实道呢，就是在治我们那一种呢。贪小便宜的心，就是贪小便宜，想要去侵蚀别人的心。所以道的定义呢很简单，只要有所侵损，有所侵损就算犯道。这个侵损啊，包括知识财产的侵损，或者是违章建筑空间的侵损啊，这些呢都是算侵损。那要犯不偷盗呢？很简单，我们要有一颗心。啊，就是布施心。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的一生，汲汲营营，在一些小地方呢，啊，这样呢，我就可以节省多少钱，这样我就可以节省多少钱。你一生算一算，啊，你扣的分数你可以节省多少钱，啊，扣的公里数你可以节省多少钱，你一下你可以节省多少钱，好，你算一算。你这一生里面，你这这边的汲汲营营，还偷来换去的那些，总共可以节省多少钱？算一算，不过10万块左右吧，可能都还绰绰有余。可是我们为了这么一点点的金钱，却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呢，种下了数不尽的生死业，这样子它是非常的不划不来。所以我没想到这一点啊，其实很多东西呢，很拼死拼活拼，人家那找钱找到你有一些，哎，找到那10块钱，你不用立刻跑去找他算账，啊，两个在那边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啊，整个一生哦，汲汲营营，捡差多少的呀，哎呀，差不了那10万块的，你要那10万块，你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所以当有这一种不思心的时候呢，很自然我就都不会动那种脑筋的去占小便宜，然后去侵蚀到别人，乃至于侵蚀到公家的。那第三个呢，不疑，这是有别于五戒的地方，五戒是不邪淫。那八方斋戒啊，因为是属于啊，让在家人也有一天一夜可以体会到啊这一种。清净的犯恨，那不淫的施舍呢？啊，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容易。哎，就是大家注意，不管男众女众都一样，注意呢端庄。不要以端庄呢，只是在形容女众而已。就是非常的端正，非常的庄重。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人的。啊，品格一个人的道德涵养所都应该要具备的。我们啊，越是端庄、端正、庄重，那我们越容易呢得到别人的信赖跟别人的尊重。所以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心性，养成这样子的一个道德涵养。哎，很自然的，我们流露出来的，要持守这个不淫戒呢，也是非常容易的。那第三个就是不妄语，第四个不妄语，在经上呢，我说不妄语戒，人多喜欢起犯，哎，是众生呢最喜欢犯的。不要以为呢，我故意编个谎话骗人，这样才叫做妄语。要知道，我心里大概三分生气而已，我就告诉他我非常生气，嘿，这样是不是妄语？就是不死，
我们平常的心境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调养，就可以让我们的如妄语界呢是很自然的流露的，就是呢真诚。有几分就如实的说几分就好了，不要呢许空空，不要太夸大，为了呢有的人那种夸大是他的习性，各种习性，那就要很注意了，有一点啊生气就说很生气，有一点高兴就说呢他高兴得不得了，真诚。当然了，你不要觉得说，都很实在的话，假如骗子来把我一骗的话，我就怎么告诉他呢？我们该讲的、需要讲的，我们老实的讲。那假如呢，这个讲的可能会有些利害关系的呢，我们可以不要讲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编一个假的来讲。因为假如我们讲假的讲习惯了以后呢，可能呢以后信病教官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假的出去，那知道了，假的出去以后呢，那到时候亏损的还是自己。所以这个如妄语呢，我们不要用真诚心，我们平常就要去注意这种涵养。那我们要来实测如妄语界呢，也是非常的容易的哦。那以上这一个呢，这四个，都是属于我们的技。那以下这一些呢，就是属于呢我们的皈依。因为八关斋戒，它是让在家中呢，也有学习呢，出家生活的机会。刚刚上课有讲到，僧宝反具呢，僧仪戒法，从凡夫身上行正身都可以算是僧宝。所以既然他是这是在家中学习一日一夜的出家生活，所以我们也要具备呢这样子的一个僧仪。虽然大家没有剃发染衣，但是呢我们要来学习呢一个我们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一个皈依。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讲到不饮酒。不饮酒的这条戒呢，要持守更是容易。持守这条戒呢，要有一种的心情，很自然的。你不只不会不饮酒，你也不会去吸毒，你也不会去做各种不正常的事情。这种心情就是要有一个呢，不要去寻求刺激。酒它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会让我们的乱神，我们的心神呢会乱。不要想说，我喝一滴没有什么关系啊，又不会醉，我只要不要醉就好了。请问你喝到什么时候醉？哪一个喝醉酒的人会说他醉的？每一个都说我没醉，对不对？其实酒会醉人的话呢，喝一滴就有一滴的罪，对不对？他慢慢累积了，慢慢累积到他的身体负荷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他醉醺醺。事实上，他喝酒酒醉了，是到他醉醺醺的时候才醉了吗？没有，从他开始的第一滴，他就已经开始醉了，只是渐渐的到他的身体不能够负荷了而已。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到什么时候不能负荷？因为这种渐渐的力量是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改变的，所以我们很难去察觉。因此佛呢有先见之明，所以自断
一滴都不可以。这样呢，我们就没有机会呢掉到这个陷阱里头去。所以这个师父呢，非常啊聪明的智慧，师父的智慧啊。所以为什么是我们不要有寻求自己的心？那这种不寻求自己的心呢？哎，它可以让我们呢把一切的戒都持守得很好。三的话就是一种很大的刺激，让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才下得了手啊。偷盗也是一样啊，你要偷人家的东西，多少众目睽睽啊，你被抓到的时候，你能够被殴打、被抓起来，所以那个也是要一个很大的心理才做得下去的。那瘾也是一样，也是一种需求的刺，需求刺激。那妄语的话呢，这是一种我们心理的挑战，对自己的良心的挑战，其实那也是一种刺激。所以当我们有这种不寻求刺激的那种的心的话呢，很自然的我们一切的戒都可以持守得住。所以酒会乱性不是只有在于说，我喝酒以后醉醺醺了以后我会犯一切的戒，那我不喝了不会醉就不会犯一切的戒，并不是这样。当我有寻求自己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戒，重戒都有可能会违反的。所以啊，不饮酒，要把我们心里面的酒，这种的刺激的酒呢，也都要能够戒断。这样呢，我们要持守这两戒，很自然的，我们真的就无益于酒，我们对酒就会非常的死心，不会想去喝。好，那第六呢，就是不香花乱着身。既然呢，这是在家中呢学习一日一夜啊，一个休息的生活。那休息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平淡，非常的平实的。倘若我们的这个心思都还是在这些打扮、外在的这种庄严上面的话呢，我们的心有没有办法呢，全心全意的放在休息上，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平淡平实的心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不会去在意外在的打扮，就不会把心呢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不相关的人要培养我们的心情，就是要培养出我们平淡平实的心境。然后第七个呢，不做我高考大床。是指主要这样子，指一个很舒适的床。你们通铺那样子叫高广大床，虽然上铺也很高，广大也很广，但是它不算高广大床，因为你们按照号码每一个人的床位呢，就只有那么两尺宽而已，而且都是硬硬的木板。这高广大床呢，就是要借我们安逸放逸的心，它掉了。来戒除呢我们的放逸。在律里面呢多高叫做高，高广大床的标准就是周尺，基周尺的一尺六寸，基周尺的一尺六寸。在律字里头，博士他们翻译当中，我当时呢翻译过来的这个尺寸呢是以基周尺为准。那基周尺呢的一尺呢，相当于现在的23.1公分。所以可以知道呢，一尺六寸呢是多少？36.96公分哦。不是很高大概是像你们现在床铺的下铺那样的一个高度而已这是高度。那广呢
广呢，在律师里头呢，广是指五尺四寸为广。那五尺四寸呢，相当于124.74公分。差不多60多。那我们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的位置呢，差不多啊，女重差不多2尺，男重大概是2尺半。所以呢，啊，在这边住呢，也可以很安心，都不会啊高过大床。那假如说啊，那可是我回到家里啊，家里就这么一个床而已，那怎么办？好吧，把地铺睡在地上，大可不必哦。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不做高广大床，主要是要让我们什么解放力。所以，假如说我现在回到马里面的疗房去，男生回到你的疗房去呢，我是以放玉心，哇，一个大字展开，就很安逸的就躺到床上去了。这样子呢，有没有非常的直接意义？哎，就没有了。哎，这时候呢，纵使你的床再怎么小，再怎么矮，哎，事实上你还是什么，哎，高广大床。那假如呢，你回到家里面，家里啊，就是这么一个床啊，上面还弹簧床，可是呢，我们是以什么很不放逸的心啊，战战兢兢，面不在色。哎，我今天说十八般斋戒，好、啊，今天听的法啊。实在是很适合我去思维，我全心的念之在之，全部都在道法上，都在念佛、念法、念僧，啊，都在思维着法义，然后在念着佛号。这时候呢，哎，你躺在床上呢，事实上你什么不知人在何处啊？这时候呢，纵使你的床再怎么高、再怎么广、再怎么舒适呢，放不放这一条戒？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戒在我们修行上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把学戒呢学到死胡同里头去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修行的资粮。对，第八个，不歌舞观音。一样，它是要，也是要借助呢啊，我们很松散啊，放逸，哎，贪求安逸的这种的心。那不歌舞观音呢，我们简单的加一个字，大家就非常的明了了，是指不顾歌舞观音。就是我不要故意的去唱歌跳舞，或者看人家唱歌啊，听人家唱歌，看人家跳舞，就是我不要故意去做，因为一个道人的心情，应该是都要在色念在道业上。假如我们的心还跟世俗的心没有什么两样的话，虽然名义上说。我唱的是佛曲，可是事实上换它不换调，依然是一个安逸的心。否则周公自理作乐，礼乐本来就可以治人心，对人心本来就有陶冶的作用啊。为什么一个修道人我们不用这个呢？原因是在于他的确可以陶冶人心，但是呢，他却会扰乱我们的正念。因此，身为一个修道人，不应当歌舞观听。那我们受持八关斋戒，就应该啊，在这一天里头，真的就是以道人、一个修道人来自居。哎，这一天一夜而已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啊，这一生里面不晓得有多少变成的机会。哎，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什么，提起正念，哎，正念很坚固，哎，不顾歌舞观听。那万一呢？外在的环境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啦、啊。有时候外面的车子啊，那个广告车放的音乐，哎呀，歌
是我过去所最熟悉的音乐。好，现在有小学啊，那么课间活动放那个音乐，真的是回想了一儿子，小时候呢，我也曾经那么快乐的在那边跟他们同歌同舞啊。这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子呢，才能够不失正念呢？不会落到呢过去的这种回忆的影像里头呢？就是提起国号。我们不要起一个心去对峙它，我不要听啊，人家听啊，不能听啊，不能听啊，人家听得更清楚。因为说不能听的时候，你已经听到了，你再起一个心说不能听，所以呢，啊，你是越抓越紧。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很简单的，我们就是把心转移了就好了，把心转移，转移成什么念头？哎，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假如你的念头功夫还不够呢，还不是被转掉，那怎么办呢？哎，很简单，你现在有学经法，可以拿一本自己很受用的经法来看，那就可以转移了。哎，再不行呢，你们等一下呢，一起的人两个可以一起来，讨论罗法。这些呢，只要是能够提起正念的东西，的事情，都可以做，都可以用来呢。让我们呢，遇到境缘的时候可以不随境转，所以这条线的执守事实上也是不困难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啊，有政策我们就会有对策。那第九个啊，就是不悲子。不悲之时，这条戒的用意、字意呢，主要是要让我们能够少欲知。其实饮食对我们众生来说，只是一种习惯。有的人他习惯吃宵夜，每天三餐以后他一定要吃宵夜。所以哪天叫他那天不要吃宵夜呢，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他会觉得饥饿难耐，他觉得全身无力，他连晚上睡觉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对于一个本来就没有吃宵夜的人来说呢，事实上他一天吃三餐他就觉得很足够了，他觉得体力也不会不足。那同样的，假如把对于一个可以吃不非之食的人，他晚餐不用，他就直到从早上天一亮，他才开始有饮食，才可以饮食，一直到中午，过了中午以后啊，他就不再吃东西了，就是只有喝水而已。那对于一个这样子一个生活的人来说呢，晚餐用不用，对他来说，他会不会全身没有力气？不会。可是假如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的人来说呢，只要到晚上吃晚餐的时间，他就会大肠到小肠，就会顿很难耐，觉得今天是爆发的肌肉全身无力。所以其实从刚才我们学这两个例子可以知道，饮食事实上只是一种习惯而已。既然它是一种习惯，所以习惯是可以养成，习惯是可以调整的。所以八关斋戒呢，一日一夜，就是借由这一日一夜来慢慢把我们的生活习惯调整成跟修道很相近的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模式。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提到呢，要持呢不非之时。那不非之时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少欲、少言、少昏沉。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吃饱以后下一个动作会怎么样？想睡觉。那饱食而思淫欲，所以吃饱这种饱足感
跟隐喻的饱足感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持五，能够不非止止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这种对于饱足的追求。假如说你一天的饮食只需要三碗饭啊，加上一些菜，哎，这样呢，每一天的体力饮食绝对够了。那假如现在呢，叫你这三碗饭跟这你一天很固定的这些量，叫你分做五次来吃，表示你每一次都不会吃饱，哎，每次都吃一点而已，啊，过程再吃一点。好，你可能这一天你都会感觉呢，饿汪汪的，全身无力无力的。哎，事实上你吃的东西并没有减少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却有这种感觉？就是来自于呢，我们这种欲，对于饱足的追求。所以，一个修道人的心性，就是呢，要在这边呢去调整。所以我们透过这种饮食的调整，就可以让我们呢，对于欲、对于满足感的追求呢，可以减少。那对于睡眠啊、昏沉都可以减少。有时候直播当中那些人都有这种经验。也许刚开始自己很不习惯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早年早昏沉呢，真的是睡不着。因为你晚上大喊叫小喊，噼里咕噜的，所以你是等半天还不到天亮。哎，可是慢慢的，你把它变成，就像张姐她讲的，把它变成你的生活习惯，把它变成了像我们跟空气一样自然的时候呢，哎，你真的就能够体会到了，它是很自然的。即使呢，我睡得比较早，可是精神一样好。体力一样也没有减少，也没有减弱。哎，我昏沉自然的较早，哎，我的精神呢一直都很饱满，哎，而且都不影响，不会说呢，我今天睡得比较早，我将来呢过几天我还要多睡一些的来补过来，也不用这样补过来的。这个是不非止止它的好处。那我们简单明了这个界限以后呢，第四个呢就是要谈到这八方斋戒里面呢是以斋为底。八方斋戒总共有九条啊，八条戒一条不非止止，这个呢就叫做斋。整个八方斋戒是以这个斋为体。什么叫做八方斋戒以斋为体呢？因为这个斋主要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早愈早年早昏沉。早愈，众生最小的愈就是贪愈，众生皆以离愈来正心意。所以这个呢，斋意思就是要叫我们呢，透过这个修行，让我们的欲念减少，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清净。所以斋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清净的意思。那这个清净呢，不是说我只是饿着肚子，好了，过了中午又不吃，这样就可以清净了？不是的。这种心内心里头少一种这种清净，要透过以上这些项目，让我们在身口意的行为上面有所收敛，有所制止，然后当行能行，当止能止，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清净，这时候才叫做什么斋清净。这是八方斋戒以斋为体。所以大家在吃八方斋戒，不要吃到最后呢变成你专注在一个不非止止，过了之后以后就是要吃，就是把整个心整个目标心境都是放的，所有点都是在他那里而已。事实上以斋为体，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所有点是在八条戒一条斋都是重点，都是重点。那第五个就是要讲到
受八方斋戒的律例，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八方斋戒，素食八方斋戒的功德，会随着我们受的时间啊，你的功德会有差异。原因啊，是在于呢，啊，不是说时间有差异，而是我们的心有差异。因为当我们的心想要受持的心越强的时候，我一定很希望呢，啊，三昧要天根，天根进来修，对不对？很期待呢，天力量赶快要受持。所以那种的心很强，自然的功德就很殊胜。假设自己的心很散漫，啊，有一点就受了，没一点就拉倒了。好的，很自然的呢，你就会呢，通通通，啊，大家呢，客气大人叫说，做八方斋戒的学堂，通通放上面去，要做的都上去。好了，啊，你接着点，你再有早了就走了。好，那时候的心呢，是还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你时间晚的，很自然的，你的功德就有差。所以这个的功德差别呢，哎，不是说在时间的差别而已，其实主要是代表整个的心会有差别。那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众生是会什么取向的，是着相的，所以我们都会什么约尽百分心。所以要讲到我们受灾功德，我们心的强弱，所以我们这时候呢也约尽百分，所以这个只是用约时间来分。那我看这个文哈，眼直灾者，眼直灾者可能眼直是几点的？直从眼三点到五点，三点到五点，你们可能会觉得那时候这整天还没有亮啊。不要把全世界都当作是台湾，每个地方的时差跟太阳出来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跟纬度会有差别啊。所以佛说法它一定会普及所有一切的众生，所以这个佛法流到哪一个国度去的时候，那个国度的众生都可以受用，所以他讲的当然就会很广，从有可能啊，三点到五点，有地方可能像接近五点的时候嘛，它可能天就亮了，所以他就飞人呢也列进去。眼直灾的话，八万四千亿岁余粮。那卯时灾，卯时呢就是五点到七点，那我们在台湾呢，大部分是五点到七点之间天亮。夏天的话，夏至之前有时候会在五点以前，偶尔会有几天会在五点以前天亮。好，卯时灾则八万一岁余粮，那辰时灾则六万一岁余粮，巳时灾呢则四万一岁余粮，那一直到午时灾的话则五百日余粮。那五十后不得成灾，得罪无一分功德，这个是就普遍来说啦，就一般来说啊。但是呢，也有例外，因为刚刚讲过了，我们是依什么依敬来分心。那五十岁在这里为什么讲说五后不得灾呢？原因是在于呢，我一开始我就没有准备要受八关斋戒，是过了午后，过了午以后呢，才想说啊，我今天来做也好。已经都过午了啊，我们八关斋戒呢，主要就是要这个食物啊，你都过午了，然后想办题啊，都已经都过午了啊，这样呢，就你那种的心呢，就不是很真诚的发起了。以这样的缘故来说，不能待。那假如呢，我一开始我一旦忙，我就准备要受八关斋戒。这就是因缘不具足啊！大家都在忙着上课，法师都在出窝，没有法到人受啊。或者是你是在家里可以自私受的话，没有法师处可以自私受啊。但是呢，一大早啊，赶着要上课，赶着要做什么事情，一直没时间，没有因缘受。到过了周五，可是自己因为自己始终你的心，我们讲到念心分心嘛，我们的心是很强烈的，我要受。我要送，我不要今天一有姻缘，我说赶快要送，只是跟他好没有姻缘。假如这种情形呢，是开源的，纵使过了中午以后也可以送。好，我继续看文哦。啊，这里讲到得多少余粮，所谓的余粮的话，是指余就是不尽的意思，也就是得八万亿岁不尽之粮。
所以这边呢也是我们可以自己看哈。我们现在可以衣食充足的话，原因都是在于我们过去曾经实在，只是因为我们得意之名忘记了而已。那我们念佛之人呢，要需实在，只要有因缘呢，有机会，吃一天呢，不妨试试看。假如你还没有吃过的人，可以试看看，其实并没有那么难。那我看下一点，先行受戒，中后义德，就是刚刚讲的哦。我看最后一行，红色的地方就要对到最后一行。若欲受灾呀，假如准备要受八万灾戒，而以自难自爱，因为有些难缘啊来阻碍的，不得自在，自己没办法做主，没办法受。等到自难解矣，等到事情解决了以后呢，然后你来受八万灾戒。这时呢，不管你是在中午以前或中午以后，通通可以得灾。当然了，相反的，假如呢，我本来没有心要受戒，种种放逸，后来等到遇到知识以后呢，人家告诉你啊，你要受戒啊，这样呢，得不得受？已经过了中午以后呢，就不得受了。那最后呢，就是受八关斋戒的时宜。就是第六项呢，第五项刚刚讲第一嘛，第六项讲受戒的时宜。受八关斋戒要在什么时候受是最好呢？你不能说哇，越早受功德越大，好，我半夜就开始受，不行哦。好，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受了？一于成旦，为受持戒时要什么？日出，其实日出不是真的太阳出来的啊，不一定要看到太阳，就是指明下限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行，这里的日出是指哪日子的哦？指哪一个？明相出指受，明相出呢是指用很自然的光线，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自己的手纹，这样叫做明相见，表示天亮了。或者呢，我这样子看很自然的光线，我看得到这些树树的分枝分影可以看得到了，这样表示就是明相见的。这个是受灾的指引。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简介八关斋戒跟持守八关斋戒应有的心情。那跟大家一起共勉，有因缘的话呢，不妨受一天看看。那假如呢，过去呢已经是累受，这都叫累犯哈，累受，常常在受的人就要很注意了哈，不要呢变累犯，就是要每一次呢，要每次犯同样的错误，要每一次都要非常精进的，真的就是把它当做一日一夜的这种冲刺。相信你的八关斋戒真的是非常力有力量的，可以带动你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而且呢品味高深。阿弥陀佛。大圣无始力。